各位朋友，今天带你看一下美国的海外保障领土波多黎各到底有多美。Let's go。首先，波多黎各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美国海外领土，从美国出发属于美国国内游，去旅游不需要出境或签证，不需要排长队过海关，登机只需要带 ID 或驾照就可以了。但你却可以获得如同出国旅游的度假体验。波多黎各的首都是圣胡安，这里除了有宏伟的议会大厦，还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堡，还有走在色彩斑斓、风情动人的老城区。无论是大街小巷，你会发现到处都很有故事。来到波多黎各，一定要来打卡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堡。波多黎各的西语是指富裕的港口，来到这里旅游当然不能错过当地的水上活动、海钓活动，享受加勒比海的阳光海滩。各位朋友，世界上面有五大荧光海，有三个就在波多黎各，今天带你去看看。 Let's go 这里还有电影《少年派》里出现的神奇荧光海，只要在水里轻轻碰到这些会发亮的微生物，同时再抬头看看满天的星空，你一定会被震撼到。还有不能错过全美国最大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，在原始森林中穿梭探秘。为了带大家看最美的风景，我也是拼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 LUK 热带雨林最高点。不说还真不知道，每个酒吧都在卖的一杯鸡尾酒 Pina Colada， 它的原产地原来就在波多黎各。各位朋友，今天带你看看位于波多黎各南部的一个浪漫小镇彭塞，喜欢拍照的朋友们注意了，这里有很多有趣的网红建筑，值得你来打卡。 Let's go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南部小镇 Ponce 的沙滩酒店，看着这片蓝色的加勒比海海岸线，你就会发现人间值得。南部还有个网红小镇，非常适合喜欢拍照的你，色彩缤纷，随手一拍都是网红大片。最后当然不能错过当年全球一手收获30亿观看量的洗脑神曲 Despacito 的拍摄地点 La Bella。来波多黎各旅游的朋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虽然从波多黎各飞回去美国大陆不算是国际航班，但是还是可以享受到免税优惠的。